是阿曼尼横行面被冷，然后到现在还没有更能更换，全部都是这种被冷。我们这一批隔离的都是陪孩子来的，孩子都是一年级的孩子。现在手上起了好多那个小水泡，知道吗？五号我们不是拍的这个视频嘛，然后才发现的。现在是还没有更换我们的被褥，还是用的是这个。对，一样的，我们没办法，还是要盖这个被子呀。肯定是担心的呀，他们也没有说什么时候给我们更换，他们也不知道呀。这样就是说卫生有点不怎么好吧。然后我收拾的时候一看，里面有个大铁钉。然后今天吃饭嘛，又看到他们拍的，就是说饭里面有头发，还有那个蘑菇上还有字，我就非常的惊讶，卫生问题太不好了。这是咱们高中指挥部给我们这种志愿者发的枕头、被子、无标识的三无产品。上面嘛，尽量给我们把这个被褥们全部都给我们换了。换上的问题嘛，你就是把卫生提高几层了。